学校旁边那家甜甜圈，香甜的口感总让我们扬起了笑脸，同学一起笑着品尝幸福的滋味，快乐也紧跟着脚步来到了身边。想用双手挖出我们要的世界，想用双眼捕捉每个精彩画面，最期待每一天下课洗脑的时间，像乐园随时有惊喜出现、yeah, yeah、我们一起排队，一起期待明天，手里的甜甜圈有成长的各种口味，多喜欢中间空缺像未完的心愿，等待我们牵着手共同实现，我们一起回味，装美